嗱，今晚呢位嘉宾朋友咧，系我自己一个旧同事嚟嘅。咁我咧就因为一向老母嘅，我就唔系好记得。咦，咁我同佢做过旧同事嘅咩？系因为太耐啦。咁系我另一位旧同事咧，就穿针引线啦。因为佢哋咧系有多啲联络嘅。咁佢就话：喂，你点都系我旧同事咧？系边个边个话？诶、欸，我好似记得嘅咁样啦。咁然后咧，讲开呢个旧同事咧，因为咧佢有一啲学新心灵嘅事件，令到咧接触到唔少个灵体。好啦，我而家就揾佢出嚟倾下偈先啦。阿 Bonnie，Hello Bonnie，Hello Edmund。喂，我哋真系好耐冇见噶，真系好耐。你知唔知道我哋中间人话俾我知嘅时候咧，佢就俾埋张相我睇噶啦，话好似见过啦咁咯。因为我哋共事嘅时候，我哋唔同 department 系咪？系啊，咁我系做 creative 嘅，系咯、啊。通常我哋就少啲接触，咁啊踢桥嘅时候都未必系同你哋嗰边踢。所以就少啲接觸咯。係咁啊，我有少少印象啦嚇。咁啊，當然咁耐冇見，咁啊，大家都唔同一樣啦，有啲係咪？係啦，佢我新城電台舊同事啊。哦喂，咁 Bonnie， 因為咧，其實都可以講啦，就係胡耀輝係 Mark 啦，就係我中間人啦。咁啊，同你有見面啦。佢就話：喂 ，Bonnie 咧，而家好高齡嘅喎，佢搞咗好多嘢喎，咁樣仲有一單嘢幾恐怖添。咁所以今晚就揾你分享下啦。你學咩咧？你走去？喂，咁唔好咁讲，我未去到高龄境界，不过就因为呢两三年啦，咁其实系开始接触一啲心心灵嘅活动。系，咁因为我即系围住我好多朋友，其实佢哋都好都参与紧好多唔同心心灵嘅一啲修炼啊，或者一啲活动，咁我多咗接触啦。嗯，咁开始慢慢接触嘅时候咧，你发现原来自己都有啲特别嘅体验。咁我唔敢讲嗰啲系咪即系灵体啦，但系我自己就过程里边，我唔系觉得灵异嘅，但系我觉得系以为自己系喺嗰个即系心心灵，英文系嘅 spiritual 方面咧就有提升，即系个。Okay.即系超升咗啦，睇到人哋睇唔到嘅嘢啦，咁样啦，系咪？以为自己系啦，咁因为其实都系一知半解，因为其实自己接触呢样嘢都唔系一个好长时间，亦都唔系话系真系去读一啲咁嘅过程啊。咁个过程里边接触，即系又接触下呢样，接触下嗰样嘅时候咧，就开始有少少嘢，你觉得好似打开咗咁样。你系咪打咗啊？我不是，因为呢其实我有很多朋友去玩一些例如家庭系统排列。哦，家排我知道。是啦，就是家排这些啦。那你都明白，其实它是将一些你儿时或者小朋友的记忆重新再回标过一次。组合完之后呢，就帮你可能是洗走它啊，或者拜拜或者各样东西。然后重新去温过一次你的人生这样啦。即系我接触咗呢啲，即系我喺一段时候里边系遇上唔同嘅朋友，可能去玩加牌，咁又有一啲有佢可能系会叫我去做一啲叫做 21 day abundance 嘅一个类似21日嘅疗程嘅。那个疗程系即系例如佢每一日佢会有一段有个 task 俾你嘅，那个 task 咧你要跟住去做，加埋做可能几分钟嘅打坐 meditation 咁样啦。连续咁样做21日嘅，咁喺个过程里边咧，我又唔知点解好乖咁啊，真系听佢哋做嗰21日嘅 task，完成咗之后咧，我又唔觉我嗰下唔觉得自己系即刻高龄咗嘅，但系我会觉得以前我打坐或者我做一啲好静态嘅，其实我好难进入嗰个 mode。咁但系原来完成咗嗰一日之后咧，你好快就会个人系喺半分钟你就已经系静止咗噶啦。静止咗，然后跟住有嘢出现，系咪？系啊，即系又唔系有嘢出现，即系好简单。我举个例子，咁我有一次咧，就系有个朋友，咁啊叫我哋去个 center 度咧，就做一个 fire ceremony， 就系一个类似烧鼠尾草嘅一个简单嘅心灵仪式咁样啦。咁个仪式系做咩嘅咧？都系大概半个钟。咁佢叫你其实写低一啲你自己一啲唔 OK 嘅经历，或者一啲你唔想要嘅一啲
經驗啦，咁你就寫低落張紙度。嗯，佢哋咧就有個 guide meditation 咧，就喺度會指導你點樣做。咁你寫完之後咧，咁大家就接埋去，咁佢又講少少嘢，跟住大家咧就合十開始就眯埋眼、嗯、去將呢啲多謝呢啲唔好嘅經歷就送走佢咁樣啦。咁、嗯、佢就開始燒個鼠尾草。咁我哋去到尾。叫做尾段的时候就眯埋眼就送走佢咁样啦。就喺个尾段，我自己觉得啦，都未够十秒咁样啦。其实个人就其实已经好似已经系出咗去啊。我其实眯埋眼个肉人就继续坐喺度嘅，但系个人就即系我个灵魂啦，系嘛？其中一就飞就飞咗出去噶啦，飞咗出去。咁但系嗰个十秒之间其实好短。咁喺做咩咧？飞咗出去咧，咁就。我就见到个画面是例如两个大头鹿医行紧喺我前面嘅。咩？大头鹿医啊？大头鹿医，大头鹿医。哦、我其实我嗰下觉得是大头鹿医，因为我都未见过大头鹿医嘅其实。哦。咁但系个画面是两个大头鹿医行紧前面。哦。咁我就喺后面仲笑吓，点解我会见到呢两个大头鹿医？唔通是 TVB 拍剧咁样啦？唔系你嗱，所谓大头鹿医就真系嗰啲以前嗰啲六七十年代的警察嘛，系咪啊？是啊是啊，那种大头鹿医嘛，那时叫是不是？是啦、啊啊，但 我其实是不会接触过那个大头鹿医、啊，但我自己我接了出去的时候，我是即系望住佢，跟住我仲话，咦，点解我会见到两个大头鹿医仲笑？是不是拍剧啊？咁样，跟、哦、住后屘咧，就好快就翻原位啦，就翻我个 center 个位，即系自己个灵魂又翻入去啦。嗯，我就问，即刻就醒咗啦。跟住我就问阿导师。咦，剛才我很快不知道為什麼攝了去一個這樣的畫面、是為什麼啊，然後那個導師就指一指個 center 對面、其實是大館咯，個 center 對面就是大館、啊、即是中環的大館，是啦、啊啊、哦，那你是去了以前那個環境、啊、他就說你可能就那個叫做那個氣場或者是那個、嗯，我就在那个即摄了去那个可能那个年代或者那个时空里面、就见到某些画面，那我就这样咯，所以因为那个 energy 很近。哦，因为以前大馆即是讲的是监狱来的嘛，其实都是。是啊，嗯，是啊，重要是那个年代，那所以就那我又为什么会有那个画面啊？那但你又跟他们有交感的，有眼神接触的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是在我是好像第三身站在后面、看到个画面啫。是啊，但我就不会跟他们有交流的。OK， 即是你是因为学了很多这些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间会个人头不知道去了一个哪一发，去回以前的境界个历史个环境的。其实是因为你参与得多了这些叫 spiritual 的活动之后呢、你很多时候自己就在不自觉地，例如你以为自己打紧坐或者冥想上的时候咧，其实人那个灵魂咧，其实就会魂魄可能就飞咗出去。咁你飞咗出去咧，就有时就会摄一摄，就会见到某啲画面，又会翻翻。嗱、我听到阿 Mark 同我讲一单嘢咧，我都觉得几惊嘅，就系、是、你睇楼嗰单嘢。其实有一次咁，我哋即我就去睇楼，咁睇完咧嗰个心仪嘅单位都几中意嘅。嗯。然之后咁，通常你中意个单位，你真系想博取嘅时候，你翻屋企你都会基本上 search 下嗰个单位或者那个屋苑有冇啲系啊事件、事件啊或者空宅咁样噶啦。嗯。咁我都系咁做。咁我但系嗰晚咧，其实应该十一点零咁啊。嗯。咁我先生同小朋友都瞓咗觉嘅啦。咁、我咧就即系大家其实按咗小朋友瞓觉，成间房都黑掹掹嘅。咁我但系咧就费事嘈低佢咯，我就自己要碌手机。嗯。咁喺个环境里边，我碌手机就碌嗰个屋苑个。首先我就打 Google 就打屋苑个名先啦。通常个 Google 咧嘅 keywords 就系如果你有关嗰个名 search 得多，佢都会弹个 keywords 出嚟噶。系啊系啊。咁我就写嗰个屋苑个名。咁、那个屋苑个名咧。第一时间就弹咗一个，那个屋苑就弹咗一个女明星的名字出嚟。有个女明星的名字，即系佢曾经喺度住过啦，应该咁讲啦。系啦，系啦。咁后屘我就都觉得奇怪啦。咁
即係佢又唔係彈咩喎，咁佢點解會呢個屋苑同佢有關？但有關咧咁啊，後屘咁我就 click 入去睇啦，咁、哦、恐怖在線，翻去舊事嗰度。又嚟到今個星期翻去舊市嗰度啦，咁啊，我而家身處呢個地方鬧市當中，好明顯今集翻去舊市嗰度啦，就會講翻當年嘉利大廈大火啦，係咪先？當我到現場嘅時候咧，我見到十五樓咧已經全層咧係有火同埋有煙冒出嚟，而係濃煙咧亦都喺十三同埋十四樓咧嗰度大量湧出嚟。咁啊，自此之後呢度已經急咗啦。好多靈異傳聞咧就發生過嘅，譬如咧啲人話無端端咧收到電話啦，就話誒、哎、我要叫外賣，咁啊陣間咧就話收到電話話火燭，但係其實咧查翻出嗰啲電話 number 咧就喺呢度打出嘅。今集翻去舊市嗰度，會兩位兩位師傅，一位就風水玄學師傅，另一位師傅咧就係法科同埋陰陽眼師傅，一齊睇睇究竟而家呢個地方是不是還有些靈異事件呢？我就收到一些訊息、哦、有一班的靈呢，他就不斷地在跑步，跑去哪裡呢？就是跑去在個 lift 的方向，一路向個 lift 的方向跑、哦、是的。還有看到的四邊的牆身呢都是一些四方形 的街磚，在這個位置就在左邊的角落位這裡有、啊、剛剛這個位置呢七樓我們剛剛說的真的蹲了在這裡，我一看到這裡的數量呢，這裡現在是有一個在這裡。我哋就曾經喺度搞個聚會啦。當年我認識你就喺呢度。係咪啊？應該係啊，係啊，係喎。如果我哋真係翻去舊時嗰度，我哋曾經喺呢度做過唔知幾多周年嘅網聚。當年呢棟大廈咧，就因為有個二七嘅星咧喺嗰個東德位，所以當有少少好熱嘅嘢一著咧，就會變為一個大火嘅。裝住香跟住向個大堂地方八面講咗句話，唔好意思，我哋做嘢㗎啫，麻煩你俾我哋開到個隔萬啦，我哋做唔到嘢啊咁。咁後屘就真係開到咯。我見到你就上咗阿 Ronald 鄭中基嘅節目，無端端講鬼故喎。係啊，我都唔知點解。就講到真係嘉利大廈，佢以前喺度做嘢時候咧，有單嘢喎。有單嘢係。跟住就睇到佢嘅相關新聞，原來咧佢當年其實就喺呢個屋苑裏邊住嘅、嗯，而後屘咧就喺呢度離開添。咁佢一路離開，咁我就睇下點解離開啦。咁佢就係即係嗰度自殺啦，係係。然之後跟住我仲將喺嗰個短短嘅時間裏邊咧，我就好似 review 緊佢嘅人生啊，即係喺度 Google 即刻 search 啊。他是做了什麼的，因為他當年其實是比你女版的李小龍那麼紅的、嗯、在亞洲，我就覺得哇很厲害，為什麼他這樣呢？就在那個短時間裡面不斷去看他某些作品、啊、或者是整件事啦，就看一下都覺得我都累了，我跟自己說不要再 search 了，就但在那個過程裡面因為很精神的東西，但是呢就同我就係叫自己唔好再睇啦，咁跟住就擺低個電話之後呢，咁我就嘗試眯埋啦，但其實知道自己其實可能對住個電話咁耐呢，個藍光你應該係好瞓唔到㗎嘛，咁所以你意識係勁清醒嘅，但係呢又唔知點解呢，就嗰個段時間呢又好似瞓著咗咁樣㗎喎，但是睡着了我有意识地睡着，然后就突然间感觉到呢是唞不到气。唞不到气。那个唞不到气是慢慢感觉到的。然后它是那个颈呢那个气管呢开始是收窄。之后跟住我是即窄到我是即焦。不斷咁樣收窄到講唔到嘢，同埋我經歷緊個過程好辛苦。去到收窄到唞唔到氣咁啊，咁啊嗌又嗌唔到啦，咁啊氣動彈不得咁樣啦。跟住嗰下要感受嗰個過程。嚇、啊！感受個過程係感受呢個女明星死個過程，你知係嘛？我嗱嗰下因為我唔知啊、哦，因為嗰下我就係 search 咗。他在那裡住，但我沒有看到他是怎樣不在那裡、oh. 我只是看了他、以前拍過什麼劇，或者看了很多他的新聞、oh.
就完咗之後咧，我就有咁嘅經歷，然之後跟住就飆到嗰個氣管收縮啊嗰樣嘢，然之後經歷到好似個收縮完嘅位置啊。咁、okay. 我就跟住後屘掙扎咗一段時間咧，跟住我就真係好掙扎地咧，就成個人醒咗。係。咁我醒咗，即刻望一望隔離，睇下我老公喺唔喺度先啦。咁、我睇下嗰件事係我發緊夢定我真實啊？定係係啊？發緊咩事啊？咁一望一望，咦，又喺度啊！即係即件事係同我 search 即揸住電話 search 嘅時候嗰、那個情景係一樣，即係、我係咁我就話呢條聲我又唔係發夢，但係又好真實喎、啊。咁但點解要我好似經歷條聲咁辛苦，但係又起唔到身咁樣咧？跟住咧我就覺得奇啦，但我又唔係驚啊嗰下，我就仲跟住自己仲唔揸住個電話走出廳咧，繼續 search。嚇、睇下仲 search 啊？係。哦。跟住走去仲係 search 下究竟咦點解條聲我經歷咁做咩咧咁？我就走出去再 search 下佢，點解唔喺度？咩事唔喺度？或者係係啦，咁樣去繼續 search 啦。咁、search 嗰下咧，就知道佢點樣喺度，唔喺度。但係咧，同時間我發現咧，佢唔喺度嗰日嘅日子咧，就係我睇樓嗰日，同月同唔係同唔係睇樓嗰日，係我當晚嘅同月同日咯。嚇、哦！哇！佢走嗰日，你感应到佢，然后就发现同一日嚟嘅，佢走嘅同你 feel 到佢嗰日，哇！系，即系我即系翻翻出厅再 search 下佢嘅嘢嘅时候，咁就会睇到佢当日唔喺度嘅日子噶嘛。系。咁年份一样，一定唔一样啦。咁月日系同一日咯。哇！咁但系你睇楼个单位唔系佢生前嗰个单位系嘛？唔系嗰个单位，唔系嗰个单位，唔系嗰个单位。你肯定唔系嘛？肯定唔系，肯定唔系。点解你肯定唔系咧？点解你会知道？因为后屘我有 search 过佢个单位冇放埋。哦，咁相隔几远咧？你睇佢个单位嘅时候又知唔知咧？即系你讲紧我个单位，即系我睇个单位同佢个单位，系啊，可能佢争。三四层咁样咯。哦，三四层，因为嗰度系喺半山噶嘛。系啊。系啦、啊，嗰度唔算好多单位噶嘛，基本上系咪啊？咩？多噶？唔系高楼大厦咯，佢叫做十零层啫得。系。咁佢好似佢个单位系喺中高层，咁我喺中层，争几层咯。因为呢个演员对你嚟讲系唔认识噶嘛，唔系你个年代嚟噶嘛，完全都。唔系年代，佢系六十年代嘅，咁、所以我哋唔系，我系生于八十年代啦，所以我就完全系未接触过嘅，所以即系点解我要 search？ 其实因为我未认识过佢。咁你有冇见到佢个样噶？其实喺个过程里边咧，我 feel 即系佢话收缩嗰时候，我系冇佢个样噶。我即系我只不过系。一路 search 呢佢嘅事迹嘅时候，咁我去到最嬲尾，我知道咦，点解会同一日？咁我就开始惊，即系自己嗰下先意识到，咦，咁啊，即系同自己讲唔好再 search， 咁我就翻房啦。咁喺呢件事上面，咁我就当然我冇再打算去睇嗰个啦，即系嗰单位，即系嗰个单位，因为真系因为呢件事，我就惊咗。选咗，因为咁你始终会觉得，就算你几中意你，你都未开始入去住，你都已经有呢啲事件，你更加唔会咁住啦。咁我就系开始多咗接触身心灵之后咧，就好容易去我自己认为啊，就好似好容易就穿越一啲空咁样。咁嗰排咧，其实即系除咗呢件事，或者头先我讲话大同医，即系都有好多。零零碎碎呢啲體驗咧，咁我初初咧仲沾沾自喜嘅，即係仲會覺得自己可能啱啱接觸呢啲大家認為嘅心心靈活動，咁開始我個人係咪提升或者係打開咗咧？咁但係其實我呢啲叫做一知半解同埋
科佳姐啦。嗯。不過咧有一個比較有經驗嘅朋友，即係佢係做開呢啲身心靈活動嘅朋友。咁有一日同個 friend 就話：，喂，唔係喎，你玩緊火喎。係。咁你我話嚇咩啊？咁跟住咩佢就話其實你你係打開火，但係你唔識關翻咯。嗯。你冇保護，其實係。你識保護自己，即係你個 energy 可能你嗰排個氣場高啲嘅，咁你當然你可能係啲好嘅 energy 或者係冇事咁樣啦。嗯。咁你嗰排嗰個energy 冇咁好嘅，咁你相對地級嘅唔好嘅，咁亦都會真係會影響到你嘅人。係㗎，呢個真係我成日都講㗎，即係千祈唔好啊。咁我知唔知啊？咁後屘跟住。聽翻呢個朋友咁講完之後咧，自己開始即係意識到啦，咁就覺得唔係、哦，我真係唔係好識開同刪喎、哦。跟住後屘開始咪就自己開始就盡量避免唔咁多。你而家停咗未㗎？停曬未啊？我間唔時都仲有少少啲，因為我而家做緊嘅少少工作咧，都有關呢啲嘅，咁、所以。都會接觸到呢啲身心靈活動嘅，咁但係我就開始有少少避咗自己，因為我係驚嚇冇啦，睇完噶啦，係啊，最精彩嘅部分咧就係咁多，呢、這個只係咧恐怖再線同埋往來八百嘅精華片段。如果你想睇曬全集節目嘅説話咧，而家好簡單。一個月60蚊月費，已經可以睇到《恐怖在線》加埋《往來八八》一個 combo 啦。同埋咧，亦都可以上翻去 mpoint.com 加埋我哋 Big Bang 嘅手機 app 咧，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睇到噶。咁啊，唔使睇到倒後唔倒費咯。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，同埋咧撳埋一個 long， 一有新片咧，你就會知噶啦。